你为何有伤？哦，我没什么。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 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。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好不好？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今日。 便让这玄心炎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来，我的肩膀接你。先是炎诞，以创世英雄传一系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。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以示先烈。子婿理应夺魁。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 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，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现实身上为何会暗淡清香？他难道是炎丹？叶元君，走！不，不走！快走，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啊！啊！ 取心救人之法凶险无比，万心者痛不欲生，先例大减。一个疏漏就会元神俱毁，白白折损仙命。帝君慈悲，早前便执意拒绝了此法，但现在是真的束手无策了。四爷黯淡之心，我的心能救他。